啊，这豪华公寓在哪儿啊？哎，只能碰运气了。嘿嘿，这个憨憨和我走的是反方向，前面好像是学校进去先躲躲好了。不会吧，他好像也是要去学校的样子，我要加快步伐了。呼，还好没发现我。继续赶路，我的运气也太好了吧。好卡，先进学校看看。不要问我为什么一闪一闪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嘿，老娘充了钱买了喷气背包，我好像已经看到豪华公寓了。加油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冲呀！木乃伊才到学校而已，这局我赢定了。这是卡 bug 了吗？这么闪？